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Hello， 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大师。OK， 现在我们要继续玩《笑傲江湖二外传之东方再起》。OK， 上一集我们要去救一个女孩，所以我们来到破庙。因为莫纳先生告诉我们说，破庙有那个盗贼的消息。什么话都没讲，调查一下吧。看起来是有路可以过去的，不过要怎么过去？等一下你看地图上面有一个空间，可是是有机关吗？还是什么？可是我过不去呢。我想出去要进来一次。绕圈圈。进不去啊。没有，进不去。奇怪。还是从这边？不可能啊。这样看不到。这个吗？走不过去。哦，又看到了，在这里。哦 ，OK， 还要走半天。应该没东西吧？你有时候宝箱藏在一些奇奇怪怪的地方。妙明宫一，那我先打个秘籍好了，不然等下战斗花太多时间。那其实有一个秘籍是可以把地图全打开，这样比较方便。好像他们都打我不痛了，应该说打不到我了，因为我修炼那个什么闪避率提升的秘籍，我打得还蛮痛的。我们看一下我们打了多少滴。好，一次可以打死一只啊，所以应该还好。然后迷宫我们就跳过好了，好，先这样。好，我们到迷宫底端的，也不算底端啊，就是触发剧情的地方了。你干什么来的？叫什么名字？谁派你来的？回答我的话。你们杀人越货，有几时问过人姓名？我的名字你们不会知道。看枪！哇，这边的地图。很差。黑色的地板。OK。还破。我记得好像有个秘籍，就是你修炼完之后不会被人家破招。我记得好像有这个秘籍，这个秘籍超实用的。不然你打到一半被破招，很干，真的很干。
错了，难道休息了？然后有些好像跟我们拿的武器有关系，就是我们要攻击人家的时候，如果一次攻击之后就发现弱点的话，好像是就是有刻我们的武器有刻到对方的武器，好像是这样啦，印象中。像这个人拿刀，我们李彤神用枪，然后攻击第一次就会看到人家的弱点了，应该是武器相克关系吧。还是等级啊，有点不确定。好痛哦！死你啊！不愧是 BOSS， 这么硬。最后一集了。还没死。欸，很硬哦。不小了，还没有哇！你血这么厚哦。哇！哦，没关系，我是补一千滴，超薄薄肉饼，都快可以放大绝了，你还没死，啊，没错，还没有啊，血这么厚哦，还好我先干掉旁边两只小兵。要死了吧？好，终于，你们留来姑娘呢？在哪里？快说！就在里面，我没有伤害他。你让我们走吧。滚！别再让我看见你们，以后不准再伤害任何人。姑娘，你没事吧？他们有没有为难你？没有，他们想把我卖人牙子，才把我抓来的。我好想我爹娘，我好怕啊，公子，求你送我回去。你放心，正是你家人要我来这救你的，我马上送你回家。真的吗？如此，多谢公子的。啊，直接出来。好了，我们直接送他回去野店吧。那我们就快转喽。好，我们直接到野店这边了。啊，祥云啊，谢恩谢义，你总算是平安无事。公子，谢谢你，你个大恩，我们可怎么报答？小老儿的命是公子所救，现下小女也是受公子援手才能安然归来。公子对我家实是恩宠再造啊！不敢不敢，在下不过路见不平，分属应当。若没有其他事要在下效劳，那我们就此别过。公子，小老儿无以回报，换公子在两苗区到舍下彷徨数日，那小老儿已尽地主之谊。好。到时候再叼老了，老上不许再送，这下告辞。应该是该回武馆探望服部姑娘的丧事了吧？啊，我想说我送我什么东西，结果什么都没有，可恶！好，直接回去吧。哎，走错。这里吧，哎，不是，
应该是这里，对，没错，新化城。哦，可以转视角、哦，靠北，我现在才发现，大地图可以转，城镇这边固定的就不行了。诶，杂货郎每次卖的东西是一样的吗？没仔细看。对，都是一样的。应该说不同城镇它会卖不一样的。还是不行，我的伤还是没完全好。可恶，这样拖多久才能解决任务啊？我已经没有时间了。别太勉强，你的伤还没好。我的时间所剩无多了。来到中国这么久，还是瞧不出他们的意图。福布姑娘，谁伤而无爪，慢慢等伤痊愈。现在你硬要去做什么，都是不成的，又何必如此自苦？啊，福布小敏的眼睛看不太到，有没有？他的有点透明。我越玩一天，就越没人能阻止他们的行动。这，先存个档。究竟是任务重要，还是你的身子重要呢？还是先把伤养好吧。你既然也有决定，我也无话可说。现在可不是任性而为的时候，人不是铁打的，我不能放一个人这样一意孤行。好，这个选项啊，就是会影响结局，所以为了完成好结局，所以我们要选对。好，这个地方要选这句话：人不是铁打的，我不能放你一个人这样一意孤行。我多谢你的救命之恩，但其他的事请不要插手。别太勉强，你的伤还没好，这是发生在我大明的土地上，总是应该先知会我们官府，再由朝派兵平乱。既然我的命是你救的，这事就由你做主吧。好，那事不宜迟，我们立刻出发。 OK，音乐断掉了。好烦哦！会开始画面会不会变好？啊，读档，刚才是这个。还是一样，好，要重新开机了。好，继续吧。官府应该是他吧。喂，有什么事啊？你不知道我正忙着，没事的话别妨碍我。我有事想鼎明府一大人，请官爷通报一声。这样啊，真烦人。那你跟我来。有劳了官爷。福布姑娘，你身份敏感，还是由我独自进去禀告。那我就先在这里等你。喂，呜。老人寂寞，又是什么芝麻绿豆大的琐事？快说快说！鼎大人，牛田镇遭倭寇攻陷，全镇上下无一幸免，还望大人赶紧向上呈报，派兵前往查看。哟，我还以为是谁啊？原来是乙参将啊！倭寇，又是倭寇！我说我们这些武人啊，不要总是拿平定倭寇这点小小的功绩来夸耀自己的能耐。哼，现在混不下去了，想引人注意就开始危言耸听了。我们新化城在本官的治理之下，人人是安居乐业，四海升平，哪来的倭寇？如果你要拿此来要挟本官，借此讨个差使做，那你可是打错主意了。来人啊，把这个臭小子给我撵出去。大人，这可是关系着千万百姓的身家安全呐、啊，请你详加调查。大胆刁民，你好大胆子，竟敢反抗！哼，你满口胡言乱语，妖言惑众，是来捣乱的不成？
搞得本府上下人心惶惶，我非重重的惩治你不成。不可，来人，把这小子押进大牢，重刑伺候。大人，大人，这么久一点声响都没有，这样等下去也不是办法，进去看看。哇，不会是忍者？要尽快找到李统。哦，工作相比了。在月光下，结案组会发出黑色光芒。啊，从这个，从这个好了。好，我们找，赶快找他吧。可是他在哪里啊？这里吗？捕快寝室。哦。哇，那个小美动作好迅速哦。这里吗？五种房。这个是大厅。在这里，这里好像是放着地牢相关物品的地方啊，所以应该还不来这里的时候。OK， 这里吗？天香花露水，这不是喷香，这不是香水吗？花露水啊，书房，我们应该先找地牢才对嘛。地牢，地牢在哪里？应该不是大厅啊。然后，这款游戏其实要跟《笑傲江湖二：午夜剑派》就是玩完《午夜剑派》再玩这个会比较有共鸣点，因为他们事情是，对，我记得是同一个时间点，跟《笑傲江湖二》是同一个时间点。好，这里，这里。你怎么闯进大牢了？这个是犯法的。我来救你出去。等一下哦，被人发现可不得了了，你快走。可恶，这牢门没有钥匙是无法打开的。等着吧，我会回来救你的。哦，小米是够义气。好，所以是刚才那里。这里，哎呦，你是谁？你又是谁？看你不像府衙内的人，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闯，居然敢胆打上闯此地！废话少说，你是何人？在这做什么的？居然连我这统管新化城牢狱的领班张邦都不认识！来人啊，把这人给我压下去！统管新化城牢狱的领班。那你身上一定有可开牢门的钥匙，给我拿来。大胆刁民，你别乱来啊！哦，有破了是不是？好，我们看一下大嘴吧。哦，声音又断掉了。
就看起来明明是小兵，可是他们血却很厚。补一下好了，我怕死掉，死掉很尴尬。那个通常有剧情的战斗我不会跳过啦，就给大家看一下。啊，平常走地图那些我都会全部跳过。好像看不到啊，好，是的，是的。随时会有人来，我们快走。你还等什么？对不起，越狱逃亡这种有违国法的事，我李彤做不出来。搞不懂我们在中间想些什么，曝光救人反而被关，要救你出来你又不肯，就是太老实了。你被关着就能救国救民的吗？你说的对，是我太固执了，待在这里是无法救天下百姓的。我们走吧。哇，还有这两个人超有爱的，你知道吗？你们中国的官吏都是这样无用吗？这难怪连我府上那些战败的浪儿都能轻易到这边为乱。话虽如此，好官也不是没有，只不过政局混乱，前两阵子都不受重用，豺狼当道，以至于有新人可乘之机，是吗？那好像到哪里都是一样的，纵然都没有什么真正为人着想的官吏会有好下场，就像你们的七大人一样。我觉得凡事但求不违本心，尽力而为，这不能相提并论。做人只是求自己本分罢了。第一句话比较严格一点，然后我看攻略是写第二，我也觉得第二选项比较好。凡事但求不违本心，是吗？是这个吧？不违，凡事但求不违本心，尽力而为。做臣子的只求为国尽忠，鞠躬尽瘁，下场好或不好，又有什么重要？希望像你这样的人能多一些，那不管是扶桑或是中国，都不怕没有好日子过了。我们赶紧离开这里吧。OK， 好，我再重新开机一次。好，音乐正常。啊，有了有了。服役统领，可恶的小贼，你是向老天借胆子了。宫天华日之下竟敢私自逃脱，朕所谓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闯进来，金额哥如果在我金刀统领手上，就是你倒霉的时候，快快束手就擒吧。烦死了，叽叽咕咕练些什么，给我闭嘴。哇，这个音乐，啊，又按错了，我要想办法把音乐延续。吓我跳，我还有宕机。现在还没有买那个全体补血的药啊，没音乐了，没音乐就不嗨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不能 repeat 音乐啊？不懂，这样还没 feel 欸。光一个小小的棺材打那么久了。
再不破我就死了。啊，要破。快给我死。好强啊这些人。这些人血这么厚啊。然后刚才香米的动作就是怒气值又在上升了，应该是血变少的关系。OK， 还没死。然后其实我有上网看这个音乐问题，好像没有人讲这个问题怎么解决，所以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办。好，解决一只。哇，那我一滴，那我一下100多滴了。等一下，我们把大绝招全部放在中间那个小 boss 身上。好，上面补一些。金哦，这应该是对方在补休息吧，所以那个画面不正常。啊，换我了。小米的招式有点难连击，不太会连。不过小米招式是蛮帅的，只可惜他后面背了两把刀，很少看他拿出来。OK， 啊，还没死！哇，这么痛哦！来，该死的吧。还没，好死了！哦，好痛哦！这是我没有练功的意思吗？打这么久。来吧，你这个小肥仔，区区个金刀统领，算什么？哇，才50滴，啊，72、64，蛮强的嘛。等一下换大绝啊，没打到。这下面的招式，如果我还没中到，就是打出伤害，然后马上按下一个位置的话，位置攻击。然后三次攻击就会无效，这缺点蛮大的缺点。那个时间很难抓，啊，像李彤这种就李彤近距离的攻击就很好抓，非常好抓，所以每次都要等他打到。哇，劈破了，王八蛋，破劈哦！不客气，不客气，快受不了了。放大绝啦！耶，赢了 ！Nice！ 哼，算你段大爷，我神功练成，只找你们算账。神功嘞！
救命啊，我快攻进来的啊，快逃啊，糟了，他们攻进城里了，想不到竟然这么快，现在最要紧的是想办法阻止他们。我军攻城，凭我们两人自己无法抗衡，趁大军攻打宣花城之时，我们刚好宁蹲，从腹侧袭击，攻其不备。擒贼先擒王，现在大批军队从正门攻入，我们避其锋，由侧门出城，直接赶往宁蹲，走吧。所以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这集先到这边结束好了。好，那喜欢我们频道的话，到影片左下方的图片跟左下方的红色小框框按个订阅，然后也欢迎到粉丝页按个赞，以追踪最新消息。谢谢大家，这集都收看喽，谢谢，拜拜。